灵庙九时无法，杀生再多不法的半天狗，是何种彻底阴谋，成为正邪之争最大的变数呢？剑水甲路金蒙蝶之阵，有我军雄的招数联手，全面反扑吗？剑门老九又会如何应变？红丸最终会落入何方之手呢？要战胜为失利之阵，要替牺牲者一世牺牲。欲知一连串精彩结果，请勿错过吴文的布袋戏《霹雳剑鸣曲》精彩第37章《入狱之道》。《霹雳剑鸣曲》